天来到这里代表国人同胞，感谢各位在防疫工作所做的努力。我对33化学兵群的官兵在深夜里穿着防护衣，忍受闷热，背着沉重的背负式的消毒器努力完成任务的身影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大家辛苦了，我相信各位在勤务中的专业表现一定能够加深国人的信赖。中华民国的国军是一支平时能救灾、战时能作战的钢铁劲旅，防疫视同作战，大家要保持警戒，务必将防疫的工作做到滴水不漏。今天防疫特别条例正式生效，我们决定超前部署。刚才行政院院会当中，我们苏院长已经宣布防疫指挥中心将提升为一级开设，我们会用全面整合政府资源来迎战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，保护好国民的健康。台湾加油，大家继续加油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吗？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，敬请期待。